所以它比不尖的。对，头上两个不见嘞。嗯。哎，我要用了，你看这有啊，这我要用，这个我要用啊。这个还没有拆完，今天你最棒，再去拆。OK。好，吃完了。拆完一半。啊？拆完一。谁？你是想你画画还是我画？花花 level 1，萝卜 level 一，你要像 AB 他们是 level 2，你要考试。考试什么？考试啊。你现在我给练习啊，你要自己做出来的。AB 他们全部考过了，然后你的好朋友连脱衣服那个也是考试考过了。谁脱衣服？他们啊，他 AB 跟那个宇哲，每天阿哲啊阿哲，阿通没有，阿哲躲在厕所啊，然后每天脱衣服就跟我在厕所玩什么，玩一整天的。在厕所里面玩，跟我喊他们玩，我跟厕所搓钥匙，他们是锁门咯。三个人躲在厕所里面，我想躲在厕所里面套衣服玩。厕所有什么好玩？三个十多个人，不然我们玩什么？没关在厕所一起，啥？你问他，他看他要不要讲，他不要跟我讲。不然我们玩什么？套衣服、套裤子哦，不可以玩什么？真是，那个我骂，我骂哎，那个脱衣服，你在厕所里面玩吗？我想一下，不要玩呢。这个没人家，哎，那些小小的你这样子丢过去啊，然后来，要这样子，张姐哦，每个弯要考试噻，而且他们是自己设计的，都会动了，做模型出来，你要模型车啊，跑车啊，飞机啊，还是动物啊，都是。要坐船。啊，你练习做，你做到 OK 像样了，然后我就给你考试，而且他们只是做到像样了，我们考试，不然你就一直在那边。哎，哎，哎，喂！这里刚好连完电了。嗯，还不搞了？十二点了，你确一下你的父母应该要过来了，不过这是电话。哦，这样我的电话应该会响，妈咪应该打给我。我电话在这边。我在那边叫吧。哎，不是，那不是。